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是钢琴的贴纸，那它都很清楚啊。比如说，它第一个键是这个六，它下面会写一个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就你贴的顺序从最左边开始贴。我等一下就贴给你看，然后这样贴过去，这样子，这样贴过去，你钢琴的最左边为第一个键，然后按照它上面的这个顺序，你看这个地方是写一，就从这个，然后它刚好是六开始贴，那它这个都是国际标准的规格，像我这样子贴上去，都可以连得很紧，然后按压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你看我现在都贴满了，尤其是最后一键这个一。一号键呢，这个一号键它会是在这一格，它会跑到这一格了，这留意一下，这样子这是88键，那但是只白键的部分只有到52，是连黑键是88键，这是国际标准的，那刚好就这样子一张就贴完了，那你在贴之前最好当然是把这个上面给擦一擦啦，擦完之后再去贴，让它附着更好，这个都很没有问题啦，这个纸质都很不错的，那介绍到这里，手卷琴啊、钢琴啊或一般的电子琴啊，这个都没有问题，这贴纸都很好的，